那措施不是越强越好了哈，太强就撑不久了哈，那撑不久就会抵挡不了。目前在这方是没有检举奖金的哈，那开罚都是公权力的实行嘛，哈，所以一定是公务人员哈才有这个权力来做。那第二，我这样再三解释，当然对于每一个阶段要实施的措施到多强，好，那规模上面那当然需要去研判。好，但是怎么样叫做一个最适当的，好，那确实要考虑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个场合，然后相关的一个情况，当然国外里面实施以前实施的各种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让我们做参考。那我们看到就像我昨天所说的，如果用直接封城的方式，好，那其实就脱发者众了，好，那造成一个民众跟政府的一个对抗，好，那反而哈，这不利于全民防疫了哈。那其实在这里面哈，大概在这种聚会人流的减少，很清楚的人流的减少、聚会的减少，口罩把它戴好，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措施是有效的。那有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办法，人民不愿意配合，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好，那所以他就只好一层一层的更严格。那台湾在这一方面，我们整个人民愿意配合的算是好的，好，在人流管制，像昨天晚上，昨天我们中午宣布了以后，好，那其实在好整体在街上就已经人很少了嘛，哈，那八大也几乎都停了嘛。好，所以在里面我还是要呼吁，所以我刚才在一再的呼吁，就是说防疫里面那大家责任都有，那个人也应该把自己的防疫新生活把它做好，那避免外出聚会。好，也讲过这聚会当然是十人以下五人以下，好，但不是说因为五人以下十人以下不罚而大家就尽量去聚会，没有，还是尽量少聚会。好，那假讯息大家不要传，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全民一起来，好，在国外的经验，那这些都是公共卫生有效的一个手段。